醋宝说，老花爷，仙人球多久开一回花？这个叫毛花柱。它这个仙人球系列的这些东西，仙人掌系列的，它分很多种。你买的时候尽量的买那个开花好看的，你买那个大金虎，就这么大的那个，你买那玩意儿它基本上很难开花，你明白了吗？这个就很爱开，你别管它一年开几次了。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得了解一下，有的话说老黑你能跟我说吗？我推荐你毛花柱，对吧？毛花柱懂不懂？推荐你这个，它开花会比较多，会比较好。你养的好了，它一年它基本上持续不断的一直都在开花，或者是开花的路上。但是呢它也需要营养和肥料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你具体问一年开几次。这有的话说老花姨，我想要这个毛花柱，我们这个数量不多，我可以给你不分品种不分大小这些个，我想处理了它，但是我们也懒得处理哈。我跟你讲哈，就是扔到这儿不管不问，知道吧，它就能活得好好的，我们稍微给点肥料它就能开花，就这么好养。所以说你养仙人球养仙人掌的醋宝，你真喜欢这个系列，你就挑点毛花柱系列的，爱开花的那种，我们也卖一点。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，老花姨会竭尽自己所能的教会你养花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，带来醋宝。嗨嘿嘿嘿嘿。